好，那第二个题目是，是我的，跟大家讲，就是最近开始的新的行销活动，叫做 Foxy。你是说 Flux 吗？哦，对吼，Flux。叫做 Foxy，它就是长得像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是，哎，这是针对美国的新的行销活动，就网址就是 Foxy.com 吧，我记得好像有这个新的网址，哦，Foxy.com 吗？对啊，Foxy.com，然后就会跑到这里来，然后这个活动是做什么的呢？它是一个。就是可以让你来这边，然后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内容，包含了图片呐、啊，对吧、啊？包含了影片，就是我们上礼拜这边看的影片，有一部分也是这边来的，包含了各种奇怪的影片呐、啊。诶，上礼拜没有看到这一个哦，就是 Firefox 的各种特异功能。可以收纳猫咪，对吧？Foxy 的影片，然后还有像这种就是贴纸啊，然后这种标语贴纸啊，然后你来这边看到你觉得有兴趣的东西，就是很有趣的东西，就可以按分享，然后就可以分享给别人，这是这个网站的最大的功能。对，那他希望就是大家多多来这边分享分享这些有趣的东西，然后让大家来就是来看更多。Firefox 的资料这样子，看更多 Firefox 的好处，然后来下载更多 Firefox 的东西这样子，这是这个 Foxy 的活动。那这个活动现在有一个小的活动，正在征求影片，征求影片或者是图片，或者是就是各种素材，叫做 Can we get a Foxy contest？然后是 FSA，就是 Student Ambassador 他们那边主办的。那任何人都可以参加，那就是说你可以拍影片，然后最后要 Foxy，或者是你可以做自己的 meme，就是那种图片，然后配置，然后就是要有梗，然后有 Foxy 这样子，然后上传之后他们就会选，就是如果很棒的，他们就会丢到 Foxy 那个网站去给大家分享。对，就是有个小活动正在举办中，Foxy 正在募集各种资源中。对啊，哦，就像这样子啊，就是它是一个 content 的比赛嘛，然后它有几种类型，有募集几种类型的图片，像是就是影片啊，或者是上礼拜有看到那个开箱的影片，对吧？或者是秘密嘛，然后他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拍，就像我们在这边，然后一起 Foxy，然后就拍一部影片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有一些规范什么的。如果有人要拍的话，可以再仔细看。听说 Orange 有想拍，Orange 有没有在这边？哎，那等下 Orange 来的时候可以赶快跟他敲碗。然后呢，最有趣的是 Foxy 这个在这2天造成的一些就是争议。为什么会有争议呢？就是有人一样写了信到那个 Mozilla Governance 那 Governance mailing list，然后说 Foxy you do，然后就讲成这样了，就是。他到底为什么反对 Foxy 呢？是因为他觉得这听起来很像 Foxy，对，然后他觉得这是在故意在用那种双关语，对。那我觉得行销就是 marketing 他们应该是有真的有要故意在用那个双关语，对，只是没有，只是就是没有想到会有人真的就是有反应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反正就很不高兴就对了，就写得很那个，写得很严重，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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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然后就。Mozilla not want to care about all their users because of some users maybe like be not happy with Foxy 之类的，就是啊，所以从九号一直吵到现在，已经就是说，所以说我的结论就是在 Mozilla 你不论做任何的行销活动，可能都会有一些争议，都会有人有意见，因为这是一个太大的社群，跨太多国家了。像我们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嘛，但是在欧洲人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啊，但是就是有人就觉得有什么这样子，有点麻烦。好，那如果有兴趣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去 Mozilla 点 Governance 里面看 Foxy 的 You Do，
这就是今天的小小的 Fox 业的介绍。好，我还有 one more thing， 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之前有宣传过的那个 MoCon 的 T 恤，这边还有 XL 跟 L 的，还有十件，大家可以自取哦。在这边，等一下我会放到后面去。OK， 拜拜。荧幕前面的可能拿不到 T 恤。